跟学校不一样啊，因为它关系着病人的生命。记得永远保有一颗慈悲心，记得你们当初报考还有申请医学系时候的初衷。宣誓，当初进入医学时，我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。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院，病人的健康应为我的首要顾念。我将不会让宗教、国籍、种族、政治或社会地位等因素介入我职责和我的病人。我要对人类的生命从受难期保持极度的尊重。看嘛，很开心，很欢喜，很感恩，开心的是看到了各位方向准确，大家都很有使命感。使命选择当医师了，他的方向就是爱护生命，守护健康。这种爱护生命、守护健康呢，励志的守护。所以这叫做医道。我曾经说，就是用生命走入生命，抢救生命，这就是当医师了。拼了命也要救人，所以我说用生命守护生命，爱护生命，所以叫做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现在的社会老人人口增加了，长照也很需要人，因为看到了老人，我们要如何去给老人呢身心健康。我也很感恩我们的社工系也很用心，这都是呢教育啦，是为人间希望而教育。实际的教育体系在学校里有慈诚、宜德妈妈、爸爸、义德，这个义呢那就是纯真的爱。这种纯真的爱啦，义还有品德，是有爱的品德。看，爱孩子们呐，陪伴就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心态。一个学校多少系啊，总是为社会培育人才，所以我会一直心存感恩。花莲四五十年前的确呢是很偏远地区，所以缺医缺药，欠医欠药啊，真的实在是很严重。有了比较重一点的伤、重一点的病，在花莲是无法度这样送到西部。那个时代呢，要到台北、要到台中，车程就是越山越岭。还没有火车，那要8个钟头以上。这是在那个时代，总是感恩。当初呢，要盖医院，要开学校，很多的教授都要外来的，没有他们的那一种的笃定方向。
来帮助我，哪能把学校办得好，而且呢医院呢可以呢这样的稳定在这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而且很浓厚的爱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。这都是呢过去我从开始盖医院一直到盖学校，都是呢在社会有一群学界的人士啦，医界的人士这样的真诚陪伴，所以能得到我们现在医跟学这样的巩固啦。所以我天天都说感恩啦，感恩数多啦，各位是未来准大医王，现在开始就是开始要做准医王了，因为毕业快到了，开始要进入了医院去，去开始呢接触病人，这就是要让你们啊，大家把这一份的爱的触感。如何呢？培养的那把爱的心啊，从现在还零，会当一直接触，让它呢越来越浓厚，那一种厚爱、浓厚的爱，爱在病人的身上，这就是医德。做医生啊，就是要培养医德，现在还在学校，就是培养医术。你开始出来当医师，那就是培养医德。人类呢，人命啊，要尊重，任何的生命都要尊重。所以，那马西一直也在推卢素啊。卢素不是佛教的专利，卢素呢是身体这个心身体生理的问题，我们好好的去研究，一定要落实吗？不一定啊，我已经是归长你啊，我的十几岁开始卢素，一直到现在还不都是这样的，跟大家一样。总而言之啦，我们要研究的，要去了解的，要去展演认知的，真的还有很多。总是很感恩啦，感恩各位菩萨，菩萨叫做皆有情哈，医师们。将来也都什么代志都爱干哦，在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也是要觉悟啊，要牺牲一下自己。让大家人拢咧休困有假，那医生呢，在这个时候偏偏要守护生命，离不开，也是要牺牲。这种大家呢，在同乐的时候，我们要守在那里。所以哦，这种是用爱啦去付出，很多事情啊，以别人为先，以利益人群为先，这叫做大爱无私。要说的话很多，不过呢，很开心，很欢喜。一旦有缘呐、啊，你我有缘，你我有缘，所以呢，可以选择在慈济，很感恩你的爸爸妈妈对慈济有信任，也可以赞成你们选择慈济来救。
更期待呢，你们会爱上慈济这种永恒的爱，跟慈济呢汇合在一起，为人间来付出，这叫做生命价值，这是心灵的期待啦，哦，要说的话很多，千言万语啦，总是离不开呢感恩、尊重与爱。感恩准医王的父母对我对慈济的信任，又相信家己那上来家，我虔诚的祝福，期待这一群孩子啊，将来是在人间，是人人就如华佗一样的大医王。